最近新的自己的版本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别走遍遍跳舞，哈哈哈哈。事情，喝酒可以拿来创作画画啊，或者是聊天啊，说心事啊，然后情绪的发泄啊，睡觉，然后当然聊到我自己，就是很久不见的大家，我是小雨。这个时候应该要来一下掌声，真的很久不见了，距离第二张专辑到现在应该快两年的时间了。那当然我一直还是在音乐上在工作，那希望自己的作品很快能够和大家见面，就谢谢大家喜欢我的音乐。接下来送给你们这首歌，大家应该好一阵子没听我唱了，高雄的朋友。